嘿，大家好，我是 UA。1819雪季，在这儿我隆重开启 Friday 视频系列。Friday 等于 Friend Day。今天呢，我有请到了 JT 平滑团的可乐，还有 LT 团长。然后今天呢，拿他们的这个平滑板 Spread 平滑板，跟他们一起玩一个小游戏 Air Long， 一起搞平滑。我来介绍一下 Air Long 游戏的规则。这规则就是 LT 团长做一个动作，然后我来学这个动作，如果我要学不出来做不出来我就输了，然后换到我来做动作，然后 LT 团长学我做的动作，他做出来他就输了，然后最后比谁做的这个动作多。哎，换大了，看，是你做一个，看，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内转，就是倒一下，换一个角做内转，内转，耶，成功。一人说眼睛好金星，哇塞！耶！耶！帅，成功！要拉起来的点，哎，真牛逼！再坚持一会儿。OK， 今天这个 Air Long 的游戏结束了，然后特别没想到我在一个看似很简单的动作上却输掉了，团长赢了，赢多一个动作，那么今天获胜的就是 LT 团长，我呢也甘愿受惩罚，今天惩罚就是 Snow on my face。